们诸葛亮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嘘，不要吵我。我玩韩信需要非常专注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专注不起来的话，我是没有办法拿韩信 carry 的。好吧，现在这个版本也和没那么好吃钱，物理防御增加了，知道吧？哎，你怎么还在牵着名字走啊？我大哥不合适吧？发起进攻。不是吧，我这挺辛苦的。说到这里呢，现在吃风线太累了，吃不动风线。哈哈，没了。以正合，以击胜。请求集合。我顶着。这么多人吗？弄他，弄他！以正合，以击胜。哥，你们这是好样的，好吧？我是牺牲我的野区，帮这个，帮那个，帮这个。一首灵性三柱中，我感觉很好哦。下不下？应该没事吧？老哥挺肉的。成天地之正。亚瑟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小明是带了个惩戒，一开始反我力，还好他惩戒按歪了，他没有估算到他伤害到底是多少。那这一波，先刷野真的是线上不好吃啊，现在打的也太快了。诱惑一下侧面。以正合。他现在牵这个人是有点痛了。乘风而动。以正合，以击胜。你打得过亚瑟？亚瑟是拿了人头的人，好吧？不然给亚瑟一套不现实的。亚瑟如果是跟他平经济还不好打。没带我吃一下，我吃几个好点。乘风而动。好吧，我也有穷。带我吃两个，下路我来了，但下路不好抓，现在抓下路也难，是吧？打野一顿难。他这是怎么走到塔下去的？怎么搞？他是怎么走到塔下去送完？啊！拉得玩明白了。以正合，以击胜。防御塔护盾消失，弩车出击。我方蓝棒即将刷新。你说的没错。请求集合。我可以失败，但绝不会认输。给他一套。他搁这躲着在，你搁这阴险，知道吧？下路没打赢吗？不要被外界干扰，我们要刷钱。
他这插了个眼不看到我，专注于瞄瞄人。哇，这么准！他不会怪我吧？哎，什么？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这个人头可以给你的。我就乱跳是吧，他喜欢乱蹲，哎，我就乱跳，他就没卡到我，哎，什么什么跳到别人脸上去了，我不浪这个说错了，上当了，哦对，我还有钱，没有没有，加油后羿，完了后羿也倒了，瞄得到，他的准度不够行的，这人挺会玩的呀，这个小明，这个小明很强啊，哇，请求集合，轮到了呀，哇，你是非常的牛，哎，这我。乱丢还是好玩，乱丢防守就是个 love， 谢谢，哎，这两个法师我真的不好打，我感觉韩信打这个诸葛亮真的是，韩信打诸葛亮没经济优势打不过的，中了是吧，哇，起飞了，后羿不爱你，后羿不生，发起进攻，哇，亚瑟我的神，沉默，给大兄弟，乱云之变乘风而动，天塌了我顶着，我说话玩得太穷了，我少弄他，花十分钟连宗师都没做出来，保护我方防御塔，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奥科出
出击。这个命的头皮打了。嗯？哎，真的让我打？算了，他六个人头也不适合打，我挡就我挡吧，好吧？我看他跑得那么勤快，把那条线，把他的心、我的心还有他的心连成一条线，挡得好，好吗，老哥？哇啊啊啊！我太猛了吧，老哥！灵性小顶。反手一剑又拿一人头啊，好吧，看我这波挡是有意义的呀，拿完龙我就可以去死了，又是一刀，再往里面挤啊，发起进攻，哇，这大招丢！笑着面对仪器，一点点失误而已，这个视野没卡好，好吧，开始撤退，都还挺行。开始撤退，就是跳，什么走到这里死了，我也来蹲，我也来蹲，他蹲在这个草里面，以为我不知道，好吧，我假装不知道。那我肯定是实际上是知道的。我就知道你蹲在这里，还你啊，是吧？蹲，嗯，蹲不蹲？怎么了？他怎么都直接往里面挤？发起进攻，太伟大了，大哥你是辅助，往前面打就完事了，开始撤退，还是把兵给清了呀，我是真的脆呀哥，乘风而动，这老哥是真的准，来，请求集合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必须给个蓝，我懂，大哥你拿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斩首者藏于九地之下，斩功者等于九天之上，作为一个打野工具人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那就是拿野怪，是吧？就给我的表现机会就是拿野怪，他们打架我拿野，请求集合，我要做出我的贡献，贡献就是拿野，请求集合，我再随便蹲个草，正面团我就不去了吧，好吧，真的我也看，哇，好，果然就不需要我，我刷个塔行了吗，大哥，我要先刷塔就行了，
不刷，不刷，好吧，不刷。我，不刷。然后去吸血，等等我吸血去。打得好，我看见瞬杀时刻98%，瞄得真准。Good。给干将点赞，老弟，哎呀，躺得爽，是人太猛了。这干将直接让我评分第五名，好吧？工具人，工具人，我这把算了，现在这个版本不适合打这种物理英雄。好吧，这种物理英雄吃线太慢了，太准了，太准了，这干将，好吧？把别人都把别人扎麻了，这人。什么水平啊，这个干将，别人比较会接还是怎么样？金牌小干将是吗？金牌小干将就可以打出这样的效果，果然专精装，专精装是假的呀，这没有出那个什么，不需要出那个什么帽子，原来如此，兄弟们，看他这一波出装啊，帽子不要的，回想，回想这个，我悟了，好吧，我悟了。